舟车劳顿，请先稍作休息，我去给两位准备茶水。有劳阿德勒先生了。做的真精致哎！嘿，不好，小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德勒先生。是我的失误，没有将好客屋妥善放置，薄荷小姐不必自责。阿德勒先生有办法解除我们当前的状态吗？好客屋会将打开屋门时的在场之人缩小，便于进入屋内参观。目前来看，我们只能等待七分钟后的自行解除。看来是个友善的意见。事已至此，他还这么热情，那我们就进去参观下吧。阿德勒先生，可以吗？在下乐意陪同。Taygedo！ Taygedo！ Taygedo！缩小状态，在别人眼中通常会呈现为一些不太招人喜欢的东西。Taygedo好像把我们当成了蟑螂。我才不要当蟑螂！我这就把Taygedo打晕。薄荷小姐，当前我们的力量跟体型一样，都被弱化过了。那岂不是只能在杀猪器下解除完剩下的几分钟了？哐啷吵死了！Taygedo，你在干嘛？可恶，昨晚就不该把最后一瓶也喝了。解酒药在哪儿来着？是新加入的鉴定师，伊波恩的古董鉴定就靠他了。今后就麻烦大家了，我会认真工作的。嘿嘿，以后我会罩你的。有了鉴定师，寻总算可以少收点假货了吧？臭小鬼！我再来依次介绍下吧。我和Taygedo主要负责店里的古董维护和生活后勤。达芙蒂尔小姐负责店内与四周的安全事务。你好。娜娜丽、早雾和埃德加，店里承接的低级异象事件大部分由他们外出处理。你好。哎，
手上没什么工作的时候，可以跟我们一起行动。什么嘛，我们又不是处理不了。哼，当然啦，如果你想见见世面，也不是不可以带上。嗯，我对异象事件也很感兴趣。荀小姐，伊波恩的店主，负责每天酩酊大醉。好想干杯！哎呦！塔吉多，给我抓住他！晚饭加时刻还短，我要教训这个小矮子！大吉多，大吉大吉！大吉，大吉大吉！好。